大家好，我们是奥乐团，我是主唱 X， 我是郭小哥的。那现在呢是11月29号的晚上10点。那到底我们十点半聚集来干嘛呢？因为只要今天过了12点，亲爱的大吉他熊大人，他就要说生日快乐。那为了庆祝他生命只剩下1/3呢，我们趁他现在专心戴上耳机在做音乐的同时，我们溜出来，要赶快找一间在10点半仍旧在开的一个咖啡店也好，蛋糕店也好，赶快买个蛋糕。然后12点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庆祝他生命只剩下3/3。知道花旗全部都还没找到，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质问，为什么用 Google 呢？那这就是关键，我们不要靠那种机器，我们用诚意，真的人肉心的去找那个地方，才会有诚意嘛，对不对？才会加强这个探险的这个成分。我们用 Google 一找就找到，有什么好玩呢？哦，就是等于你在网络上订的东西，然后就送到你家一样。然后就说 ，Oh, Happy Birthday! I just ordered this online for you yesterday. 一开始看的时候，知道他有没有发现？他有发现，还是他真的很专心就没有转到？因为通常那种时候转的就会出现一些，一转到。绕了好几圈，然后也经过好几个惊险的路口之后，有，来在这边，行了，有点危险，故意加速，然后故意急刹，制造那种找到了，我们找到了，耶！我觉得他会喜欢这个，有没有？有点可爱，然后有点巧克力的感觉。他是蛮喜欢吃巧克力的，还是买那种黄色的小鸭给他。难选的，因为快乐小弟有一瓶牛奶。麻烦你，我们一个这个，那个10岁，艺人年龄不能随便告诉人，其实他可能真的50岁。10岁生日快乐。打开就看到50岁，哪里看到50岁？没看到啊，你看到吗？我是看不到啦。啊，不管了，啊，买到了，耶！你们哪宝贝啊？我觉得他最喜欢的巧克力，对。先放在那个冰箱，然后我们就从那里，然后我们会注意时间，然后看谁有没有能够去拉的时间。好，我们成功了，终于回来了。好，当作没听到啊，新歌当作没听到啊，没听到，好，静音，好不好？静音。我回来了。
么东西？干嘛？没有，看你很专心，看怕你会不会吓到你。OK。通常转身不是就会看到鬼的那种？啊？通常这种就是一转身就看到鬼的那种啊。转身看到鬼为什么？就是鬼片的梗啊，惊悚片不这样弄？是哦。不是吗？你没看惊悚片？我不看都不敢看。超帅的！对，这就是做音乐的自恋的那个状态，就是你边做的那种超帅啊！哇，这东西超屌！哇，你赶快来听一下哦。帮我拍啊！行，拍什么？拍了这么久才打。所以现在已经过了12点，然后趁现在在录是专心工作的时候，然后我用假装拉肚子的理由上楼上，然后现在就是他庆祝他人生只剩下2/3的人生，那我们现在要一边好下去，给他唱生日歌。Actually， 你人生已经只剩下2/3的时间， wow。 所以今天庆祝你生人生只剩下2/3的时间，我们也是蛮值得庆祝啊。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惊喜啊？啊？其实当你们说要把开会移到今晚的时候，我就看到说不会吧？为我吗？也是的、啊。是为我吗？哦，难怪你昨天答应我，还答应蛮干脆的，你立刻就说我 OK， 原来是这样。然后 Cody 还说，哦，8点我不行，我要10点。你想说每个人都一层一层这样？他说绝对是为了我，那么晚。对啊，我很开心啊。听起来还好。很开心。好啦，你不想要许给自己，你就祝福一下在看的人嘛，就这么简单。好啊，大家身体健康啊，对不对？万事如意啊，万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啊，这不是，毕竟世事难料嘛。但是身体健康是，我想只要肯努力，应该大家都可以，都有几率可以有。解释一下为什么就好了。OK， 就是因为陈思翰许愿许到已经天荒地老了，连我的电话的那个闪灯都没电了，我们只好开灯破坏气氛，没办法。哎，没有啦，我觉得这个万事如意这种东西，这个还讲，但身体健康，只要每个人愿意，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可以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只要大家愿意，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身体要健康哦，这个再来呢，我要。哎呀，我觉得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希望他们可以。好了，这个来了。对啊，你是不是也自私？我希望父母可以这个，对啊，我没有愿望要给别人的，那只有给我父母而已，就是这样。嗯。然后第三个愿望就不用讲了嘛。
习俗这是不能讲，讲了就不会实现，这是习俗而已了。那可信可不信吧？那第三个是什么？没有，开玩笑。Every day, every night, every moment.When you feel just a little bit, you realize when you ain't young and innocent. When in doubt, even for just one second, don't forget how you came and where you started. 'Cause you ain't left alone, you were different. You were chosen and you put in discipline. Dear friend,